各位观众早晨，欢迎收看大年初四朝头早的天气节目，我是杨威龙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受到冬季季候风的影响，今朝早的天气仍然都是几冻下的。去到六点钟的时候，各区的最低气温是介乎在9度至到去11度之间的。在这里提提大家，寒冷天气警告正是生效紧，大家今天无论是出门或者是留在家里，都要穿多件衣服，注意保暖，亦都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。朝頭早維港望出去見到天空上高都幾多雲下，還有一兩陣嘅微雨添。大範圍嘅衛星雲圖裏邊睇得更加清楚啦。呢啲雲層正係覆蓋住南海北部同埋係廣東沿岸地區噶。咁但係電腦預測話俾我哋聽啊，呢啲嘅雲層會喺今日係逐漸咁樣轉薄嘅。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咁噶，預計會係大致多雲，朝頭早寒冷同埋有一兩陣嘅微雨。日間會是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是乾燥的，最高氣温大概是16度，吹和緩的北風，離岸風勢清勁。我們展望，在未來一兩天的時候，朝頭早仍然都會是寒冷的，而去到本週的中後期，我們的天氣會變得是天晴乾燥的，所以日夜的溫差也都會比較大一些的，大家要注意了。今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，再見。